所以她要奉献，然后问她老公啊，不多啊，听我某的，啊，只好做啊，所以，但是至少这些很平凡的一个故事，真人真事，这个也是菩萨给别人快乐，所以他生命就有意义了。那自己呢，三个人睡一个货车，对不对？要载这些东西，连洗澡都在上面，所以不生劳倦，唯专度脱一切有情。当然，专度脱一切有情要有悲心。那前面刚刚讲这十条传播慈悲的方法，这个什么样的悲心，什么样的悲心，真法性慈悲，无空无所有慈悲，这个都是真理。你要去传播这个，不知道给了钱人就跑了。我们慈悲基金会有在给钱啊，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拿了这5000块、2000块也好，目的要告诉他后面的东西啊，如何让他能够慢慢解脱生死、因果轮回的道理，慢慢呢去跟他交往，把《地藏经》介绍给他。财师、法师不能光每个月光给钱。弄了，他每天来这边等钱，啊，他认为说这个钱又不是你们的，人家交给你要交给我，啊，然后我以前都认识，他们可以寄几百封信给所有慈善团体，一个上钩他就有钱，啊，因为他已经变成一种，他只是想追求钱，他没有心要追求佛法。我们也不是至少你要引导他。就近解决的方法，钱是一个方便，钱不是一个目的，要这样去度脱它。然后呢，自己未曾沾染无欲境界，色声香味触啊，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各位千万不要自己，我爱那个，我爱那个，我爱那个啊，色声香味触，财色名食睡，只忙着肠胃精勤灭除众苦，永远精进。专心只为了灭除众生的苦而去努力，而没有自己的无欲境界。就像各位，为什么要说大乘要以出离心做基础？我们今天所报关斋戒过得好不好啊？只有一个便当，晚上没得吃，早上有人还没吃，那就这样过吧。晚上最好拿个蒲团坐在那边睡，下回我送你一块布，改签仁波切送了，回去就绑着腰。然后绑着膝盖，啊，你妈别逗给，就睡到天亮，就一块布我做给你，那个还可以做围巾，还可以做背包，还可以做袈裟，然后就绑着腰，啊，这样你再坐在那边，就这样绑着像猴子一样啊，那你就这样啊，不倒翁嘛，啊，靠着墙壁，然后就到天亮了，他说这个就是修行嘛。只要一块布就可以了，所以如此的菩萨，视为不由他教，常起大悲不共法啊！世间的宗教都讲慈悲，但佛法的慈悲是不共于世间的，是大慈大悲，无有分别的。所以这样去实践，好，重不重要？重要！希望大家真的没时间5、4、3、2、1啊，多看经典。为什么发菩提心？你一定要在事项上深信因果，然后呢，在思想上一定要深入经藏，在行为上要劝进行者，啊，那这样才符合上品往生极乐世界的资格。所以，任何的境界都转为修行，这个最重要。这边有几个问题，赶快回答一下，如果回答过就不用了。再来。法会功德回向重病者成，因为肺癌第四期。老实说，第四期就是末期了。那现在要做的是什么？肺癌从哪里来？抱怨、压抑，所以就这些不好的就累积在这边，再加上过去啊伤害到众生的肺等等。就是伤害了空气啊，或是让它断气啊，等等。但是现在你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你不能跟他说一定会好，或是你会死，这个都不用讲。重点是你的心态接受这个，不要跟病打仗，不要抗拒它，因为已经末期了。我不要，我不要。
很多人就说我不要，不要这下麻烦了，不要它会更严重，冤亲债主啊，会让你更苦，那你就很麻烦了。你要我接受，而且我忏悔，我平静，这样生死它是有它因缘在。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接受，以后很难死，死了以后很难超度，这样知道吗？啊，一个人如果他已经接受，反正我知道我会死，那再来再讨论死以后要去哪里。所以当然我们回家这个病人心要平静，当然也不被干扰。如果他身上有一个很恨他的冤亲债主，他就要让他发疯难过，死得很难看，死完以后不得超度，直接拉他去地狱，他就高兴。那各位要把这个事情融入在你自己，如果有这个机会你去看他，那你要去学习这个过程啊。再来也会像尘肝病肾病来及所有冤亲债主，所有病苦亡灵，很多鬼魂就死了还觉得他在生病，这就是意思，这会让你生病的都是属于他们。他觉得他还在病，他觉得他车祸腿断了，他还执着腿断，所以这个冤亲债主如果在你身上或者说亡灵，你就会痛，因为他们都执着他还在痛。所以当然这个时候你要念药师仪轨，各位要做点药师烟供来是替他们布施药，甚至你跟他说哦，你现在腿断了，因为你腿在痛嘛，跟腿有关系，那我帮你救兔子啊螃蟹啊，我也帮你布施药啊，然后呢我帮你念这些咒啊，然后你要跟他说啊，让他放下这个痛，他觉得他好，因为一切唯心造，这个心就让他超度不了，所以他得癌症也好，他死也好，你要超越他的心态。那这一些用悲心去做，你用悲心真实去做，甚至今天又念了愿代众生苦承担，佛的智慧就从你的心中显现出来。智慧是这样来的，智慧不是说你一直去看书，书是要看，书只是策动你去做，但是你必须从实际的经验成为处理事情的，看到真相了叫智慧，并不是经典光智慧啊。经典是一个文字，指月亮在这边，但是你从这边到月亮这个过程是智慧啊。你从这边走路到印度那个过程，所以那我想在这一点，那我们就要去带众生苦，不然你怎么开智慧呢？啊，一个不共大悲的智慧，发慧功德回向烧炭往生者。因为他们老夫妻又老又病又穷，所以他们在10月11号，他们故意自己两个烧炭自杀啊。所以各位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说法啦，你不要谴责他啊，你要让他心情快乐哦，这现在没问题啦，现在用心经的智慧啊，用观音菩萨的慈悲，而且这个时候你要布施甘露水啊，这个水泥喝下去你的咳嗽就好了，因为烧炭呢就是咳嗽而死啊，然后伤到肺，那现在他不是死了就算了，他就一直在这个烧炭的过程，所以你要去了解，然后尽力观想，然后求佛菩萨，示现佛菩萨去把它净化肝水啊肺啊，然后这样回向啊。所以来八关斋戒功德，放生功德，供灯供水功德，供养色拉且功德，回向及其身上冤亲债主及所有烧炭死亡者、自杀者同享功德。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念下甘露咒，那么哈那达那多拉耶耶，那么阿利耶波罗揭谛娑婆拉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大智塔唵嘟林嘟林迦嘟林，萨婆诃，皈依三宝，信愿往生极乐世界。嗡阿吽，当然你有时间你就借这个机会啊，能够观修久一点，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法，一个真实的，报纸经常都有。然后当然很多菩萨拿给我念，但是我认为你更要念啊，法无高下，不是说你出家久，重点是那个悲心啊，对三宝的信心，最后阿弥陀佛会带着他啊离苦得乐。
因为全世界有这么多受苦者，来发挥功德，我向所有脑出血者及其杀业冤亲债主，所有加护病房内者，嗡阿吽，同享功德。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念一遍药师咒来。南无波揭发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婆那婆诃拉奢耶达那揭哆耶哦那哦帝萨妙桑波陀耶大智堂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萨摩揭谛梭哈。那基本上这些脑出血、中风了、开刀了，都有很重的怨气的冤亲债主啊，所以你要对两边都好，不能光对一边啊。所以我们现在念一个辨识咒，一个甘露水真言。也会向他身边杀业怨气的冤亲债主，特别这些加护病房者来。那么萨瓦丹他耶多瓦勒之地嗡萨本来萨本来呼那么娑罗波耶丹他耶罗耶大智他嗡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然后呢，你要带着病患向冤亲债主忏悔，然后呢，忏悔完以后又带着冤亲债主哦，向佛菩萨忏悔。那这个过程，那你就自己去拿捏啊，那很人性化的去拿捏。所以念遍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重生于意之所生。带着冤亲债主妙明一切受苦者来求忏悔。利婆利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的尼和来的毗尼尼的摩诃揭遮尼切地沙婆诃嗡阿吽。好，这里面有个问题，他说他最近他的母亲中风，要念什么佛经帮助他呢？当然消除病苦药师经，消除业障地藏经。再来呢，心情要平静，可以多念普门品，希望他确定他生命的方向，念阿弥陀经啊。中风不见得会往生，也不知道，但至少从生老病死逆境告诉确定人生的方向，这个要抓住啊。如果你儿子十八岁就失业了，那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在他困顿的时候，他如果能够了解净土法门，那就没问题了啊。他如果能够看地藏经，他又相信因果业报，那更好了。但是最主要，一个人中风要转变的是心情啊。那中风的理由大部分都是因为脾气不好，所以这个还有杀业，所以你可能要慢慢影响他。那慢慢影响他，你自己要做到，你自己也要脾气好，自己不要有杀业啊。所以以这样的自我力量，后来为他念普门品，如何如何，对他就比较有帮助。那基本上，当然，如果要求肉体上比较健康，那放生啊，照顾老人啊，布施饭菜，或者打斋啊，共生啊，这些有帮助。再来一个科，他说他生病，癌症。我认为病谁都会病啊。但是没有人不生病了，如果你自己慌张了，那就错了。这个生病要接受因果，接受因果。然后呢，佛菩萨可以加持我们，但是自己要引导自己的心接受因果，平静念佛啊。所以然后呢，在你可以范围之内，你心里越乱，冤亲债主越快，你发作的越快。所以你心里一平静，因为这只是一个业报，业报的本体也是假的、虚幻的。反正因为这样，我可以精进修行，这比较重要。活着目的在干嘛？解脱生死。因为你如果是佛教徒了，所以你认为你是佛教徒，你要看清楚这个。所以心里很平静，然后呢，当然一平静，你做的功德就更大一点，有力量。那乳癌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抱怨。乳癌大部分也来自过去一个业，买卖牛奶、杀牛、母牛、母羊这些啊。那你就不要，你要忏悔过去这个杀业、买卖牛奶的业，
然后要加上你个性平静，不要抱怨，